今天也公布了一起确诊者的疫调足迹，发现他到过台北市立美术馆，16号的时候曾经预约入馆参观，大约是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待了1个小时。那接下来25号的时候，美术馆也展开了闭馆清消，27号决定会重新开放。因为从这一起个案的整个病日发病日回推，不再可传染的高风险期，为了要馆内人员民众安全考量，北美馆也在周日紧急休馆一天进行大消毒。台北市25号新增7例本土个案，确诊人数又是全台最多，占了一半以上。居家隔离人数截至24号为止还剩下666人，疫情持续趋缓，降为二级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，明明是周日，台北市立美术馆却空荡荡，大厅一个人也没有。来到门口贴着大大的字条，原来是有确诊者来过，紧急休馆一天，大消毒。我没有听说这里有确诊啊，有确诊的话，我们如果被感染到，我们也会担心啊。会划不来啊！微解封的时候，新闻公布的隔天吧，本来蛮期待的，也有点失望，因为特地跑过来这边。临时决定休馆，让民众扑了空。这位确诊者7月16号预约2点到3点来参观，在北美馆待了整整1个小时。由于一个时段开放100人入馆，包括馆内工作人员，他接触的对象可能超过100人以上。不过北市府发声明表示，以发病日推算，他看诊这天不在高风险的可传染期，馆员及民众都不会被框列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扩大筛检。相关的可能的受困扰员或是可能的接触者，目前呢、已经在做安排裁剪中。北美馆7月25号周日自主停业一天，加上礼拜一休馆日，进行为期2天的全面大消毒。同样闭门清消的，还有台北市万华24小时营业的家乐福桂林店，也有确诊者足迹。按15675是新北个案，19号下午1点左右来过。另外在17号也曾到万华的广州街卖场，24号确诊。7月24号的时候做通知，那家乐福桂林店在7月25号。营业一天做清消。家乐福桂林店预计26号恢复正常营业，离二级降级时间越来越近，还是不能大意。记者吕新梅、高子瑶台北报道。